好，现在呢，我来解说一下排便钞票。那排便钞票的版本有好几种，那这个其中一种，那解说之前呢，我先再变一次。这是一张牌，然后哦，瞬间变成钞票。那这个牌跟钞票是粘在一起，那你就照折痕这样子折回来，折回来。那拿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两个角，这边拿这个角，这边拿这个角。然后往下，往下这样子，然后直接拉开，拉开，